超亮的亮点。真的假的啊？我这红外线呢、欸？一万微微啊？没，对吧、啊？没有啊，那个白大家都会这样子啊。有人 scout 了、欸，哎，有人哦。狙击三了。好、哦，我死了。在山上，他在我们脸上。两只石。在前面凹槽，应该还有一只哦，小心一点。好，没错，应该还有一只，在岩石区旁边。哎、欸，都死了，我补一下。啊，对，都死了，都被我电死了。来看一下，这只纸包有什么？哦，32等。有人说你遇到我啊？不要。哦，手雷，他刚才干嘛不丢手雷？丢手雷就三只 ，Triple Kill。哎，我子弹，看一下，0856，难怪打我不痛。把他弹夹拉走，然后等下后面用不到了。然后他藏你们装备，32等，又是32等。那他的 N2 都掉了 ，SR5。SR5为什么那个我很好奇，为什么弹那个什么弹挂甲丢地上不能防弹，你知道吗？我很好奇，只要可以防弹就好。大家都把东西堆起来就可以了。对啊，堆在旁边。应该变掩体耶、欸。那这样子，如果有人丢一堆六级甲怎么办？尴尬。在红卡房直接给堵起来。OK。子弹打不穿了。哦，我帮你们把他们的东西都收走。然后现在藏你们的东西。现在有了吗？我就跑。有人。还转圈圈还是？没有了，没了，没了。五级弹挂甲是敌人的是吗？敌人的，你帮我丢 Victor 就可以了。有人来了。如果可以的话。这应该是大环节。抱歉，我还是被打死你。是你的 SK 哦，这是 Scarf。他的 SK 是在我包包里面。啊哦，了解。来看这 Scarf 有什么好的。白塔，啊没了。好歹出个白卡，对不对？哦，身上手雷好多，是怎样？那时候天下大乱，对不对？等一下，现在脆离一场 Scarf 加0.03好感度哦。嗯。很少，好少。第八个，肉蛋，没有。Hello。尿尿。马达。电。人吗？有啊，有人。还活着？啊，不对，我死了。Q Q。你要玩吗？等他们啊。你要带我吗？啊，不然就是阿兵打我们继续去 escape， 哎 escape，SKS 是你的吗？也是敌人的 ，SVD 敌人的，那所以剩下全部都敌人，大家全部都敌人的。那我藏 SKS 跟李松就对是吗？对对对 ，OK， 那弹夹也藏了，对，弹夹不用，弹夹那么便宜，好，修啦，忘了讲一下，就掉水里，倒不下去，可以啦，哎、欸、不行。看得到吃不到啊！嘿、hey, ，像有人怕捡别人包把丢到水里面一样。私人片野，他妈的，要我包包，超级私人片野。
十 BT 是他的 BP 大。你要不要直接穿这件就好了？那我要直接穿这件，我要把东西放过去。我去帮你。啊？一样啊，删掉了啊！我们在灯塔十二啊。到了。嗯。Go9，你叫 Go9 啊，好酷啊！那是九九，不是 Go9 吗？那是九九，还是九狗？哦。能赚这么多装备？你把猫哎，你把 A 打 A 把 A 打配件拆一拆就好了，带 SVD 走。没关系啊，我 SVD 也带走了，我 SVD 也带走，全带走，不用担心。无情收割中，真是无情无情的收割机啊！嗯。